看看新闻网。昨天，任贤齐为年底将展开的2013雕世界巡回演唱会造势。这次演唱会不仅将改编小齐的一些经典歌曲，还将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神秘嘉宾。但是小齐对此始终不肯透露，反倒吊起了大家的胃口。应该会有很大的惊喜。我现在在邀请一位大家可能真的想象不到的嘉宾。愿意给我们一些线索。我还是算我保密一下吧，万一如果他没空来，我不就很尴尬了。是很久没有在演艺圈，在镜头前出现的那一种。也不是，你不会想象他会出现在我的演唱会上。